Hello everyone, it's a great honor to have a presentation about GPU efficiency, but most of us come from China, so I will speak Chinese, bu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Maybe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after this session. 首先简单的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DaoCloud 的张潇，然后我还有一个 partner， 他是来自中国移动云的吴英俊，因为他今天有其他的安排，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我们这一堂那个分享的一个精彩哈，他会有一个视频，那我们现在开始，其实。 随着这个 AIGC 还有大模型啊、AI 等等的越来越火，那大家其实现在，任何的一个分享都绕不开这个 GPU 以及更高效的使用 GPU 的这么一个 topic。这个是2024年那个 CleanML 的一个报告，应该也就是7月底然后8月初的这么一个样子。然后这里面列出了企业在选用 AI 以及把 AI 作为他们生产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的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拥抱这个 AI， 但是在拥抱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主要有几个考量，就是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可用性，然后它的成本以及这个设施的使用率。大家应该知道，GPU 的设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贵，动辄就是。 比如说一台 H100的巴卡的一体机，可能动辄就是几百万。那企业把它采购回来之后，他们肯定是想这些设备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让这个 GPU 可能是比如说7×24小时这种连轴转啊。那还有一些很大的考量，就是这些设备买回来之后，他们的真实的使用率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也是企业一个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报告。 其实接下来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大概有75%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真实的 GPU 的使用的过程中，他们的使用率是没有超过70%的，而且绝大部分这些企业的 GPU 的使用率可能都在50%以下。那其实如何把这些设备的使用率通过，比如说云原生的编排技术以及一些调度的增强技术？ 让它的使用率变得更大，其实这个是企业不得不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以及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这次的一个 topic 也是围绕这个来展开的。那其实大家都知道，AI 嘛，其实主要就两个，一个是训练，还有就是基于大模型做的一些微调以及做的推理。那这次我们的分享也是基于。 如何在训练的过程中提高它的效率，以及在推理的过程中通过 N 种组合把这个推理的效率以及整个设备的使用率提高到最大化。那接下来其实是中国移动的一个分享的经验，因为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知识，因为中国移动他们可能是有一个万卡规模的一个集群来做大规模的训练，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碰到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希望大家英俊的分享会给大家有一些帮助。我直接播一个视频吧。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的吴英俊，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我们在大模型训练中的一些生产实践。GPT 引领的商机与技术热潮正在席卷各行各业，大模型参数量的增多可以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 而丰富的训练样本可以使得模型在不同的情况下学习到更精确的一个模式。大数据量对于防止过拟合以及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对于如何提升大模型训练的一个规模与效率，怎么去优化模型训练的一个稳定性，这诸如此类的诉求其实也在急速增加。以 K8s 为代表的一些云原生技术，以及弹性化、可编排这种特性。 成为了大模型此类诉求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技术体作。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享基于云原生技术的一个大规模训练效能的一个提升方案。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云原生技术来提升训练的规模和效率。就是我们可能了解关注 AI 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技术爱好者，应该都了解到比较
出名的一个模型，就是大模型训练的一个并行技术，叫做 3D 并行。其实总体来说它其实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模型并行，第二部分是数据并行。模型并行呢，它也包含两部分，第一个是张量并行，第二个是流水线并行。什么叫张量并行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模型的参数，它是其实是由一些多维的矩阵组成的。那这些参数呢，我们可以把它垂直的切割，然后放在不同的 GPU 芯片上进行一个计算，包括前向计算或者是反向梯度计算。然后那个流水线并行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大模型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 encoder 或者 decoder 那种 decoder 的模式的，它是一层一层的，然后我们是其实是可以把就是这些神经网络的层它可以放到不同的 GPU 卡上，然后上一个层的结果可以作为下一个层的一个运算的一个输入，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去解决模型太大了没办法放在单机或者是单卡上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数据并行，数据并行呢主要是提高模型训练的一个效率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训练样本其实都非常大，其实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嘛，就是训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是我们可以相当于并行的去学习这些数据，然后最后做一个规约的一个操作，然后把这些学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来更新我们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参数。这个其实就是模型并行和数据并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区别吧。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如何最优化编排这个模型并行和数据并行，来提升这个整体的训练的规模和效率。刚刚我大概说了一下就是怎么去就是模型并行和数据并行它是怎么去做的，然后包括张量并行和流水线并行它大概是怎么去切分的，然后现在可能要介绍一下他们就是在通信量上的一个开销的频次吧。刚刚其实已经介绍到，就是我们包括数据并行也好，张量并行也好，甚至流水线并行也好，我们其实计算的都是部分的东西，其实是需要一些就是诸如 all reduce 这种规约叠加的一个操作，或者是一些那种 gather 汇聚的一些操作来完成一个信息的一个汇总。在这种前提下就是其实总体的一个结合通信的一个频率以及通信量来说，张量并行是大于数据并行，最后是大于流水线并行的。这是第一个，就是通信量的一个开销。第二个就是整体的网络拓扑的一个关系。我们当前训练的一个网络架构就是一个双层的，后面也会是三层的，就是一个参数网络架构，就是最底下那一层是 leaf 层，然后上面一层是那个 span 层。leaf 层下面就是可能会有一组那个 GPU 或者 NPU 的机器去接入这个 leaf 交换机，然后 leaf 交换机会接入到 span 交换机下面，整体是这种双层的网络架构。如果是三层的话，它可能会有个 super span 的那种第三层的在接入交换机。虽然这些都是 RDMA 的一个网络，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就是直观的上能感觉到，就是比如说跨节点的话，如果是跨节点但是在同一个 leaf 交换机下，它的整个带宽包括延迟就是稍微就是会比那个节点内的会慢一些。然后如果是 span， 如果是又在跨就是跨 leaf 了，不在同一个 leaf 交换机下，在同一个 span 交换机下，那速度又会稍微慢一些些。就是整体基于这种一个层次的一个网络架构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怎么结合刚刚所说的一个这三者的一个通信开销，就是最佳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把 TP 就是张量并行，更希望把它就是聚拢到一个节点内去给它做张量并行，而数据并行呢，就希望它尽可能在同一个 leaf 交换机下，而流水线并行呢，就可以跨节点啊，就是跨那个 span 的那种span 交换机，这个应该都 OK。可以大概看一下，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设计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橙色的这个区域呢，可以理解为每个那个张量并行组，他们直接就是在同一个节点内通过 NVLink 或者是 HCCS 这种高速的
卡间互联的设备直接给他们串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DP 的这条线，就红色的线，他们是在同一个 leaf 交换机下，就第一个节点和第二个节点，他们在同一个交换机下，他们可以做一组数据并行，他们之间可以直接通过 Locky 的协议，也就是 RDMA 的这种方式，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数据的集合通信操作。最后这一条线就是 PP， 也就是流水线并行，他们是跨了这个 span 的那个交换机，可以看到他们第一个节点和第三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和第四个节点。基于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以最优化的去做到结合拓扑吧，网络拓扑以及这整个模型和数据切分的一个方式，去最优化的进行一个整体的数据那个大模型的训练。前面已经提到怎么去最优化设计 3D 并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上述方案设计到 K8S 里面，如何使用云原生的技术来优化大模型的一个训练。当我们去创建一个训练任务实例的时候，控制器会根据实例的需求创建相对应的一个 pod， 同时这个调度器就会根据网络拓扑信息将这些 pod 安排到不同的节点下面。比如我们有这么一组双层的参数网络架构，同一个 leaf 交换机下的这些节点，我们可以去给它做上一个标记，加上一个 label， 比如说都是 leaf 一下的，然后这些 leaf 呢就可以就是做一组数据并行，然后同一个节点内的八张卡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张量并行，然后跨 leaf 节点，就是跨 leaf 交换机的同一个 span 交换机下的就可以做一个流水线并行。通过调度器这种有规则的绑定，整个训练任务的网络性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训练 pod 之间的通信效率会更高，从而提升训练的规模和效率。上图里面这个 lava 就是我们这个调度器的名字，然后主要发挥作用的就是这个拓扑信号线的这个插件。这个地方本来是会有四个节点的，这是我们一个训练任务的一个截图，当时训练的应该是一个 175B 的一个模型，然后整体是在8000卡，也就1000个节点上拉起来，然后做了一个并行训练，整个线性加速比是达到了 95%。 接下来到我们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使用云原生技术来提升训练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检查点了，就是我们会把大模型训练的阶段性的东西它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而且这种保存是以一定频率的，如果是当比如说我现在训练到1000步了，然后我每500步保存一次，当我在遇到1200步的时候，那么我比如说某一张卡呀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任务就会挂掉。然后我可能首先要做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怎么去把那个故障给恢复，然后第二个恢复过后要以之前这个1000步的这个检查点进行一个重新的基于这个点作为一个起点重新进行一个训练。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两方面功能，第一个就是去优化这个检查点，既然我们可以去通过检查点去做这个恢复啊，就是那为啥不一步就保存一次，因为检查点本身它也是需要就是一定的时间开效的，这保存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阻塞的过程，这部分的时间里面你是会GPU 是不会去做继续做训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可能就会想到怎么去让这个检查点保存的更快。第二个优化就是怎么基于这个检查点做一个重恢复。首先介绍一下第一点，就是怎么去优化检查点的一个保存的一个性能的。我们其实设计了一个软检查点的一个方案。在这里先提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软检查点它其实包括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训练任务本身，第二个就是参数服务器，第三个就是共享内存。这里可能要重点提一下，就是我们这里的参数服务器和以之前那种经典的就是分布式模型训练的参数服务器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经典的模型训练里面的参数服务器它主要是做一个比如说每个 worker 节点它会把自己算到的一个梯度去聚合给参数服务器，然后参数服务器做一个reduce 的一个功能，然后把比如说平均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算好了又还给不同的 worker。 那这样的话每个 worker 就可以去
并行的学习到总体，就是能够更新到现在总体大家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况。而我们这里的参数服务器呢，它是和每个训练任务绑定的，它只是用来存储当前整个训练任务参数的一个状态的作用，仅仅是做这样一个用途。我们会把一个训练任务分解成 n 个训练 pod 和 n 个参数器 pod 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把在训练过程中要保存检查点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把这个检查点的信息直接copy 到 shared memory 里面，然后再发消息通知这个参数服务器的 pod。这一块我通过这种就是内存的这种方式呢，通过一个消息机制，就是免去了从这边发过来写到磁盘的一个，然后会或者是远端 PFS 直接去拷贝，比如说开大里面的内存，然后通过一个检查点的技术把它拷贝下来，然后再存到一个对象存储。最后呢，当那个参数服务器的 pod 呢获取到这个消息，被通知到就是这个检查点已经保存好了，它就会去到共享内存里面去读这一部分数据，然后再持久化到远端的，比如说对象存储啊，或者是 PFS 里面。这是我们一个测试结果，其实可以看到单节点112G 的检查点写入，我们在使用软检查点的方案的时候，没有使用流水线并行进行一个切割，差不多花了 3.3 秒的一个时间，性能就是 28.7GB/秒。使用 SSD，就是直接把检查点写到本地的 SSD 的这种方案呢，需要花29.9秒，也就是 3.74GB/秒。然后如果是直接写到远端的 MFS， 差不多需要花120秒，也就是 1GB/秒的性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软检查点的方案可以大幅缩短检查点的保存时间，更充分的利用机器的性能，能够提升有效的训练的一个时间。现在检查点的性能也提升了，那么怎么去根据这个检查点做一个恢复呢？前面在并行训练和网络拓扑的时候，我们介绍过我们的调度器插件 Rava， 然后这个也是，这里面有四个节点，可能要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投屏可能没有显示出来 Rava 里面的那个重调度的一个功能。在华为的 NPU 的场景下，Accent Device Plugin 会把 NPU 的故障上报到一个 Config Map 之中，然后在英伟达的这个场景下呢，英伟达的这个 device plugin 和 DCGM， 会把 GPU 卡的这个异常状态上报到节点，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组件去适配这些差异吧，底层异构组件的一个差异，然后，我们会感知到，就是获取到这部分故障信息，然后去根据它们的类型和级别判断是否，触发训练 pod 的一个重调度，通过对这个 NPU 卡和 GPU 卡的一个状态监控，我们实现了分钟级别的一个故障监测，从而实现一个整体主动性的一个调度，就不会等到比如说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这个训练任务因为这个芯片故障导致的一些超时，然后再被动的去挂掉它。这一方面呢，就是可以保证训练的一个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模型训练的一个有效时间。在天卡场景下，我们已经持续稳定训练超过了20天，然后可以做到一个分钟级的一个故障监测，最多在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故障恢复了。前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怎么去提升模型训练的一个规模和效率，以及怎么去提升模型训练的一个稳定性。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为大家再带来怎么去做一些算子融合的优化， IO 重叠计算诸如此类的优化等等。谢谢大家。OK， 刚刚就是移动的吴英俊同学给大家讲了一下他们移动云在万卡级别下面做训练，比如说通过检查点以及通过张量并行、数据并行以及流水线并行，怎么样去提高整个训练的效率。那接下来我可能从大部分企业的真实情况啊，比如说像移动这种运营商，他们可能动辄万卡以及很多张卡的企业其实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的企业呢，可能就是百十来张卡或者是一两百张卡，可能就很多了。然后他们也没有从零到一去训练一个完整大模型的这么一种需求，可能更多的是去做一些模型的微调，以及小模型的比如说训练啦，甚至说更多的是推理，像比如说 OCR 识别啊，以及一些图像识别等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面临很多很多，比如说关于 GPU 使用率的问题，因为大模型它基本上就是上来就把一个卡或者一个节点会吃满，其实不会存在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让它把卡的利用率提升起来，大模型可能更多的是提高它的可用性。那关于 GPU 使用率的提升，我们可以来想一个场景哈。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四卡的 V100 的这么一个机器，现在有两个用户，可能第一个用户他需要布一个应用，需要两张卡，然后每一个卡可能占用十个 G， 那然后另外一个用户呢，他也需要两张卡，然后他每一个应用可能需要占用二十个 G。 那一个传统的部署模式，其实大家可以想到就是每一个应用去占用一张卡，对吧，然后整个四张卡其实被占完了。那整个过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灰色的区域的那个显存其实是闲置的，它的整体的使用率是只有50%的。但是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新的应用想布上来，其实是已经调度不成功了，因为整个的卡是独占的嘛，一个默认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给用户带来很大的困扰，比如说我花了很大的那个钱或者是很大的精力把这个应用布上来，结果发现它的真实使用率很低，但是新的应用又布不上来。这个时候其实很直观的一个技术就是通过 GPU 虚拟化，就是说了很直白一点，就是化整为零嘛。我把一个大的一个饼，比如说一个披萨饼分成六块，然后每个人吃一小块，其实就可以把更多的应用布上来了，这是一个最直观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两种的场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两个应用全部布到了两张卡上去，然后就空出来了两张整卡，那这两张整卡其实可以给更多的用应用去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虽然均衡的调度到了四张卡上，但是这些绿色的区域它都是闲置的，那闲置的就是说我可以新的应用我继续可以调度上来，然后也可以消耗这些算力，那这些随着应用更多的调度上来之后，它的使用率就会从最开始的50%左右，然后提升到比如说70%、80%，甚至90%。对，第一个技术其实可能很多的企业就会比较直观的，就是通过 GPU share， 就是 GPU 共享技术来让它的更多的应用去共享这些 GPU 的能力，去做一些比如说推理啊，或者是高效，还有一些测试环境的一些demo 的一些测试啊等等。那其实做 GPU share 的技术社区里面有很多，比如说 NVIDIA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技术是在做这个的。这个地方我们重点的分享两个吧，一个是 NVIDIA 的 MIG， 大家都知道NVIDIA 的 MIG 它是一个硬件层面的硬隔离的技术，它可以把一些高端的卡通过物理的隔离分成比如说七张，目前最大的是比如说一个 A800 它可以分成七个实例，每个实例十个 G， 因为它是物理级别的硬隔离，它的性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如果细心的同学就会发现，我一个80G 的卡然后分成七份，每一份只有十个 G， 那剩下的十个 G 去哪里了呢？其实这就是硬隔离的一个劣势吧，就是它会有一些物理损耗。那基于此的话， NVIDIA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叫 MPS， MPS 就是多任务协同处理，那它也是NVIDIA 在 CUDA 层面做的一个类似于 GPU share 的一个技术吧。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大家可以理解成 GPU 的任务其实也是串行的，比如说一个 CUDA 的任务来了先去执行，那其他的 CUDA 的任务就会去排队。那 MPS 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就是把多个 CUDA 的上下文打包，然后一起去访问这个 GPU， 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在同一个时间提高了它的并发性。那 MPS 其实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它是最大等分是48等分，然后是进程级别的。
那如果还想要更灵活的一些 GPU share 的一些技术，其实社区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 Hami 他做的一个核心的事情，就是相当于把 CUDA 的 runtime 层做了一个拦截，然后相当于在那个软件层去定义了一个 GPU 的隔离，软件定义吧，然后它的隔离性可能会稍微 GLMIG 会差很多，差一些吧，但是它的灵活性以及它的 CUDA 的以及卡的适配性和普适性会更好一点。所以说如果大家有 GPU 虚拟化的一些或者 GPU 共享的一些需求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的实际的需要，如果你对它的性能要求特别的高，而且不在乎它的物理损耗的话，然后卡又比较高端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用 MIG。 那其实如果在一些小模型然后又需要更灵活的一些共享的机制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用 MPS 或者社区的 Hami。 那除了 GPU share 之外，那其实我们还会碰到一个情况，就经常可能做 AI 的就会在想，为什么我的调度很不均衡，然后我买了十台机器，每个机器都有卡，然后其中五台机器可能是忙得很，但是另外五台非常非常的闲置。那其实现在在整个 AI 的视野里面，它的调度是不均衡的，就是或者是说目前现有的调度的机制并没有去考虑GPU 的真实的使用，以及 GPU 有没有一些更合理的调度逻辑。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有一些最佳的实践经验，就是可能调度它不仅分为节点，还分为卡的维度，有两种不同的拓扑关系吧。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场景哈。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我有一组 QS 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任务，那我们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重要的东西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样容易鸡飞蛋打嘛。然后说了很直白一点，就是像这种如果有强 QoS 的要求的话，然后我们会推荐比如说把这些任务拆分到不同的节点不同的卡上去，就是把重要极高的任务尽量的打散去调度。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种高效的一些学生的测试算法测试或者是一些开发环境的测试的小模型，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推荐他们是把这些低优先级甚至资源碎片很大的一些任务尽量的集中到一个节点或者是几张卡上面去，避免这种小任务分摊到各个节点上去，然后大任务反而被饿死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其实是第二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有AI 的任务，他们之间会有很强的通信关系，但是又很重要的话，其实就是推荐我们尽可能的调度到一个节点，但是分散到不同的卡上去，就是在节点的级别可能要集中的调度，但是在卡级别可能更加的分散。其实目前整个 Kubernetes 的调度器并没有对 AI 这种特别做精细化的调度，但是这块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实践，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去考虑自己的应用比较适合哪种调度策略，是 Binpack 还是 Spread。 那除了 Binpack 和 Spread， 其实在 GPU 的视野里面还有一种拓扑关系叫PCIe 亲和性。这个我是拿了一个 NVIDIA 的 V100 的8卡的机器来举了一个例子。那这8个 GPU 它在 PCIe 的拓扑的世界里面它们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对，那不是完全相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卡与卡之间的通信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任务它需要两张卡，这个时候选中了 GPU 0，那这个时候第二张卡选择谁会让整个的任务的运行的效率会更高呢？当然是红色的这几个，因为他们是有NVLink 直接连接的。那其实黄色的这几个它的速度是很慢的。那除了 PCIe 亲和性的话，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场景，就是可能针对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卡因为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典型的场景，他们的应用有潮汐的特性，比如说有的推理集中在白天，然后有的训练集中在晚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需要一个队列来做他们的资源的规划，然后还会存在一个情况，就是推理和训练的任务混布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在比如说正常来说，一个推理的任务优先级肯定要比训练更高嘛，那推理的任务来了之后会放在队列的最前面，然后他开始跑。那在传统的逻辑上，推理的任务开始跑的时候，训练的任务会被干掉或者 crash。 那其实社区里面还有一种最佳实践，就是我的高优先级的任务来了之后，我先把算力给占着，但是低优先级的任务并不会直接的 crash， 比如说一个训练的任务并不会 crash， 我只是做了一个算力的抑制，让它得不到算力的消费。那这个时候等高优先级的任务跑完了之后，低优先级的任务就恢复过来了，就是有点类似于迅雷限速的这么一个效果。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像训练的任务需要很长的周期恢复到一个最开始的状态。那还有一个实践，就是通过一个弹性的 quota 来做一个资源的比较弹性的规划。正常来说就是一个 Kubernetes 集群里面可能会根据 NS 分为不同的 GPU 的 quota 给某个租户或者是某个部门用，但是这个传统的 quota 是非常僵硬的，比如说我分五个 CPU， 那就是说这五个都是我的，其他人就不能用，就算我没有用，其他的可能都不能用。那在通过弹性 quota 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因为那个有借有还嘛，就相当于我不够的时候我可以向你借一点，但是如果你优先想使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还给你。其实弹性 quota 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怎么说呢， GPU 的显存和 CPU 的内存其实在物理世界是隔离的，但是 NVIDIA 推出了一个 UMI 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的显存 和我的内存可以统一寻址，就相当于我正常只有40个 G 的显存，但是我有80个 G 的内存，如果我们把它做统一寻址之后，它就变成了120 G， 在显存里面其实也看出来了120 G。 那这个时候之前可能只能运行一个 13B 的模型，现在其实可以运行很多个。那就是统一内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说的粗鄙一点啊，就是它不是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就是我一个推理的任务如果虽然活着，但是它如果没有进行任务的运行的过程中，它会把这部分的显存的消耗会划分到内存里面去，让这个 GPU 的显存空下来，然后给其他有需要的使用算力的服务进行消费。这个功能其实也是应对潮汐这种不均衡的场景下还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好，那最后一点就是可能这个是我们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因为中国的算力的需求非常的旺盛，那这个旺盛的背景下面其实并不像国内可能是 NVIDIA 一家独大，因为大中华区以及国内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信创的要求，可能大家都知道，所以说现在中国国内的芯片厂商其实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国外其实也有英特尔啦或者是谷歌啊，这些都在发展芯片。那在 Kubernetes 这个层面怎么去管理除了 NVIDIA 之外的像华为的升腾以及 AMD 以及其他的显卡啦去做统一管理，减少比如说 SRE 或者是企业的一些运维负担呢？这个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开源项目，其实大家他叫哈米啊，然后今天下午也会有一个分享，也是我和其中的一个同事。那哈米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哈米就是一个异构 AI 设备中间件管理的这么一个平台，它向下可以管理不同的 AI 的设备，比如说像 NVIDIA、华为、升腾、天数，还有寒武纪，像英特尔也在我们的 roadmap 里面。那它向下管理了统一管理了很多的异构设备，然后向上提供了统一的调度能力，当然也会和社区里面的优秀的一些项目做结合和集成，比如说瓦开了，
然后它横向的提供了丰富的一个可观测性的能力。这个可观测性分两个维度，一个是调度的维度，还有一个是设备真实使用的维度。那这样其实就会把我的 pod 它到底用了哪张卡，这张卡到底用了多少显存和多少算力给串联起来。这个其实是目前 Kubernetes 生态比较缺少的一个部分。那整个从训练到推理各个维度的提升设备的使用率，其实今天的分享算是结束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实践，就是建议大家都用 GPU operator 或者是华为等等的这些operator 来管理大家的 GPU 的软件站。因为在通过传统的方式来管理软件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需要去装驱动，然后去配我们的再装 CUDA， 然后再配装 Docker 以及装那个 Docker 的运行时的插件，然后再去装 DevOps plugin 等等。那如果我涉及到设备的升级以及 kernel 的更新，还有我的环境如果有不一样的异构的场景，那通过传统的方式来管理，真的是一场灾难。那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用另外一个模式哈，就是通过一个 cloud native 的方式去管理从硬件到软件以及到中间件这一层所有的软件站。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和丝滑，而且可以声明式的去更新，然后在异构的场景也非常的友好。好的，那今天我的 topic 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沟通和交流。Thank you very much。 要不直接说吧，还没有麦了。就是中国移动应该是通过他们的那个 NIF 交换机，然后做了一个调度器的插件。这个应该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设计的东西在里面。对对对。这个内存的置换都是通过 CUDA 去自动去管理的，比如说 CUDA 会去有一个机制，比如说长时间闲置的显存没有被使用，它就会换回到内存里面，把卡给空闲起来。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自动管理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关心和考虑。但是这种其实建议在潮汐应用的时候去使用，如果大家一起使用，这个性能是会有下降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要不，其实那个队列挖开了和 Q 都可以实现嘛，对对对，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地方其实是队列加了一个优先级的这么一个机制，其实核心在这个地方，它的低优先级的任务被抑制了，但是没有被 crash。第一个是插队，然后第二个是被算力被抑制了，低优先。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些公司，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白天要推理，晚上要训练，但是在训练的过程中还有推理任务要进来，那进来之后。推理任务需要第一时间得到响应嘛，所以说他就会通过这个机制去实现。对对对，是的。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在香港玩得开心。